队长，怎么样？你有啥想法呀？我想法真的，我想停下。哥，你停赛了，没人讲规则啊！没人讲规则，没人玩游戏，我们赢不了了。我可以专门讲规则呀、啊。专门讲规则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好不好？队长坚决不能停，你说队魂，队魂不能停。我认为我在这个桌藏当中呢，我觉得是非常胜任的啊。游戏上的有可能呢，我体力不支，就是你们真想，那我再做出牺牲，这次还是我停，我甘愿奉献，甘愿付出。我们谢谢国庆老师，而且我们一定会努力把这个复活卡，对，我们想办法拿回来。对对对，哪怕剩下的六七，就是回回都是我们输，回回都是让蔡老师就是竞赛，我们也还是会一直的去争取这个事情。你在强调回回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其实我们是在那个军情室释放过每次停蔡老师这个信息。那既然回回是这样，那这一次就没有觉得那么难过了，也没有什么好犹豫了。那要不然我们就来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这挺帅，好帅，可以吧？啊，速度很猛的，对对对对对。蔡老师骑上心爱的小摩托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好，出发出发，慢点慢点，小心点啊，慢慢的。